这家餐厅是纽约点心最好的隐藏宝石之一，在非常受欢迎的社区，相当不错的点心点，绝对高于平均水平，服务快速，东西非常好吃。最出色的是这里的气氛，餐厅干净凉爽。如果你想找一家美味的点心餐厅，那么你可以来这里尝试一下。首先我们叫了焗叉烧包和芝麻球，焗叉烧包外皮酥脆，叉烧美味可口，非常好吃。红烧牛肉面和菌菇饺感觉很不错，料很足，首先是味道好且香而不腻，口感好，其次是外观好，绝对值得一试。他家也有一堆蒸的选项，我最喜欢的是蘑菇饺和毛豆饺，两者都很新鲜精致，咬起来很有口感，很好吃。我还点了一杯红豆抹茶，香浓的抹茶，美味可口的红豆和珍珠，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其中一家。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来这里享受一顿美味的快餐，对于想要快速咬一口的人来说，绝对是一个完美的地方。
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。Lobster spring rollers. Okay, come on, come on. Lobster cackle. Rock shrimp tempura. And atamami choho. And crab meat cheese. Bone hong ha gao. Shrimp dumpling.